惭愧弟子慧言恭敬报告的主题是广修随喜功德，量大福大。甲一，两位圣僧表演随喜功德。尊敬的海贤老和尚与师父上人表演普贤行随喜功德，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贤公老和尚此生最后一个表法，就是表僧赞僧，为师父上人所说的法做正转。有居士问老人家，您知道净空法师佛，哪知从未看过光碟的贤公赞叹道：再来人，并再三告诫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说话口满了可不好啊。海贤老和尚经常告诉身边的有缘人，好好听净空法师讲经，净空法师可不是一般根基，要听净空法师的话，往生是大事，其他啥都是假的。由此可看出贤公老和尚希望佛法久住世间之悲切，不忍圣教衰，期望众生常随佛学。师父上人赞叹贤公和尚为佛门榜样，海会圣贤，弘普贤愿，表法礼藏，续佛慧命，功德无量，并劝同学每天看贤公和尚佛门榜样光碟三遍，念佛一万声，一年看满一千遍。他老人家以身力行，随时随地听海贤老和尚光碟或有声书 MP3， 而且将来佛三圣永思集光碟集书流通全世界，希望人手一册。两位圣僧做出僧僧互赞，弘护正法，不习利，互相随喜之榜样。大乘止观法门卷第四云：菩萨若知诸佛所有功德，即是己功德者，是为奇特之法。又复经言：与一切菩萨同一善根藏，是故行者当知，诸佛、菩萨、二乘、圣人、凡夫、天人等所作功德，皆是己之功德，是故应当随喜。因此从一为尘之善行，即虚空法界一切诸佛、菩萨、声闻、缘觉所有功德，弟子皆以平等心随喜赞叹，也随喜赞叹海贤老和尚与师父上人及无量寿经科注学习班诸位仁者及一切护法者的善心善行和静心静行。甲二，斯里兰卡点燃随喜之光。一，随喜功德之喜悦。在斯里兰卡常看到的景象，就是佛像前会供满无数的鲜花，如莲花及茉莉花，有些人没带花，便用双手摸佛前已供的花，并双手合十于胸前，再摸自己的额头。原来他们是在随喜供花者的功德，
他们落实普贤十愿之水洗功德于生活中，遇缘即作，功德与日俱增，福报无量。因此很多人民相貌庄严，身具好相及福报相。此国人民广修随喜功德，此氛围亦熏染旅客，放下傲慢嫉妒，也欢喜修随喜功德。我们及许多旅客为布施此殊胜因缘，也学没带花的人摸佛桌上的花，甚至功德箱也都摸一遍来随喜。此国人民之视线功德无量，赞叹随喜。圆觉道场禅观等法，等法是礼忏文卷第十云：善男子，如是随喜，当得无量功德之胜聚。如恒河沙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皆断烦恼，成阿罗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尽其行受，常以上妙衣服、饮食、卧具、医药而为供养，如是功德，不及如前随喜功德千分之一。何以故？供养功德有数有量，不设一切诸功德故，随喜功德无量无数，能设三世一切功德。是故若人欲求增长胜善根者，应修如是随喜功德。二、祥和从随喜开始。曾参观斯里兰卡阿努拉德普勒的最大佛塔，塔高约100公尺，此塔内供奉佛陀，又汉古及历代贤圣僧舍利及用品万件，无比清净。许多修行者在此念经修行供养。当时一大富长者用一长红布供养此宝塔，前面有人敲鼓助阵，大众见闻时皆纷纷排队随喜拉此红布一起绕塔，以随喜此大富长者的供养，见图一。一般百姓通常用香油及小布条来庄严佛塔，当时一位善良妇女便把剩下半罐的香油及几条小布条分给我们去供养佛塔，那种亲切就如同自己的亲人一样，内心特别温馨与喜悦。在菩提树下另见一奇景，有一长者买钵及僧衣供养僧宝，他虔诚地将钵及僧衣高举于头前，前面有人敲着鼓，听闻鼓声的人们纷纷前来，排着队伍约50-60人，每人以双手摸此礼物，恭敬地合十于胸前，再摸自己的额头才离开，请教当地人他们在做什么。当地人说他们在修随喜功德，因钵及僧衣一般平民买不起，但他们知道修随喜功德，此长者也欢喜让大家来随喜，让大家有机会一起积功累德，如此他的功德更大，因为他也随喜这些人发心随喜的功德。如阿弥陀经要解云：一世千灯光光互变，重重交涉，自己的功德不会因为别人的随喜而减少。师父上人曾说，随喜功德他有多大功德，
我随喜的功德跟他一样大，他的功德并没有减少。好比他是一支蜡烛光点燃的，我有一支蜡烛没有点燃，借他的光把我的蜡烛点燃，他的蜡烛光明一丝一毫没有损失。我这盏光点完之后，光光护照。阿弥陀经要解云，十方虚空围成国土，原我一念心中所现物。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自他不二。六祖慧能大师云，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若能修随喜功德，其实一切人就是自己的千百亿化身，在为自己积功累德。大智度论是布施随喜心过上第四十四。随喜名有人做功德，见者心随欢喜，赞言善哉，在无常世界中为痴暗所蔽，能弘大心，见此福德，譬如种种妙香，一人卖，一人买，旁人在边，亦得香气，余香无损，二主无失。如是有人行施，有人受者，有人在边随喜，功德俱得，二主不失，如是相名为随喜。三，随喜之光照破黑暗。曾自佛陀讲经的凯拉尼亚大佛寺皇家大寺，此寺清净庄严，许多虔诚的佛弟子，男女老少皆以香花供佛。当时有一位七八岁的小男孩，手中拿着一个袋子，装满了小花，看到我们来参访的游客，喜悦地请我们双手捧在一起。他诚敬地把袋中的花一把一把地放在我们的手中，示意我们用香花供佛。弟子深感惭愧，自己学佛十多年，心行都比不上一位七八岁的小男孩，他能视人如己，别人之供养佛如己之供养佛一样。希望大家都能于佛前种善根，如《太上感应篇》所言，见人之德如己之德。无独有偶，后来走到外面一棵高大的菩提树，当时来了一位七八十岁的老者，手中提了一壶水，示意弟子去灌溉菩提树。之后老人又提一壶水给其他旅客，老者与小男孩同样地为弟子示现的慈悲，与人方便的广修供养，并将菩提心落实于生活之中。自己深深反省，为什么无此心行，供养的礼物怎么不会分给别人，也来修随喜功德，让众生也能在三宝处种善根。看到大般若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云，若诸有情于诸菩萨，从初发心乃至得佛功德善根，不生随喜，或富于彼随喜功德，不闻不知，当知皆是魔所执持，魔所魅着，魔之朋党，魔天界末来生此间。惭愧自己成为魔眷属，却不自知。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云，若诸菩萨发菩提心，修菩萨行，得不退转至究竟位，有能于彼起随喜心，定能破坏
纵魔眷属，皆能证得一切智智。若诸有情，身心敬爱佛法僧宝，随所生处，常欲见佛、闻法、遇僧，于诸菩萨功德善根，应身随喜回向菩提，不生执着。若能如是，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力要有情，破魔君众。注：魔君十君佛学大辞典，近代丁福宝编。云：烦恼为魔君，分为十种。自度论十五曰：问曰，何处是烦恼为魔？答如：杂宝藏经中，佛说寄与魔言，欲是汝粗君，忧愁为第二，饥渴第三君，可爱为第四，第五睡眠君，怖畏为第六，疑为第七君，寒毒为第八，第九利养君，着虚妄多闻，第十君自高轻慢出家人，诸天世间人无能破之者，我以智慧力摧伏汝君众，汝虽不欲放，道汝不到处。经云：转烦恼为菩提，原来佛魔一念之差，若能广修随喜功德，速破烦恼魔，速成佛道。四真诚忏悔。菩萨无法忏悔文曰：历世怀妒忌，我慢即慧痴，见人得利如见色心，闻人得乐如钉入眼，作此诸罪障，堕落三恶道，常不遇诸佛，在此至诚忏悔自己无量劫至今生愚痴心重，且心量狭小，不知修随喜功德之深重罪业。由于弟子的妄想分别执着，身与意三业造下了不少业，尤其造下了不少意业及口业，口业业报现前，感遭嘴、舌头及口腔常破洞，且血流不止，有时长达二三个月，且视众见之，口齿不清晰，颠三倒四。无比感谢业力的提醒，才知忏悔，真应验了贤公老和尚所云：一定要善护口业，说话口满了可不好啊！看来口业可造满了，难怪学佛多年法水不入。至诚向无量劫至今生，有意无意恼害之无量无边之众生及忍者顶礼忏悔，对不起，恳请你们原谅，也带家亲眷属及法界众生一起忏悔此罪业，今后愿发大随喜心，从一为尘之善行，及虚空法界一切诸佛菩萨声闻缘觉所有功德，乃至一切众生善心善行，皆随喜赞叹，祈愿法界众生皆欢喜修随喜功德。以上学习及忏悔疏漏及不足之处，诚请尊敬的师父上人、诸位大德同修会与慈悲指正，惭愧弟子顶礼感恩，阿弥陀佛。注：图一，随喜拉红布一起绕舍利塔。会员的报告，我们刚才听。
他说的确确实实是我们现代身边一些同修，可能包括自己在内，啊，都有这种过失，啊，自己时常犯过而不自知，这是为什么我们业障消不了？啊，道业提不上去，不能像海鲜老和尚一样，一天到晚发喜充满。啊，我们读老和尚的咏思集，要多读，要常常反省，每读一遍，认真反省一遍。啊，咏思集的文不长。啊，因缘生居士他有一份详细报告，说得很清楚，啊，那有相当长的文字，我们做成有声书好像是9个小时，啊，要不要听呢？要听，至少要听个2-3遍，然后用精简的本子，啊，精简本子不到1个小时，每天用这个提醒自己。如果自己有怀疑，习气很重，那他那个详细的本子多听几遍一定有好处。普贤菩萨教给我们十大愿望，十大愿望是一乘菩萨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里面有随喜功德。啊，愿愿都重要，特别是念佛求生净土，在无量寿经上世尊告诉我们，极乐世界无量的菩萨都是十方世界去往生的，他们修什么法门？得尊普贤，那我们知道普贤是华严会上菩萨众的上首，这个地位有多高？啊，在《华严经》最后一章，善财童子53财，菩萨在这一章里面给我们做总结，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极乐跟华严是什么关系？我们明白了，原本是一体，啊，西方极乐世界修的
是华严法门。普贤菩萨为大众的上首，普贤行跟一般菩萨行不一样，在哪里？一般大菩萨都修这什么呢？这什么是普门呢？为什么特别称赞普贤？普贤的心大，所以普贤行才是圆满菩萨行。心量不大，心量不能包容，那就不是普贤菩萨。只有普贤行才能够圆满成佛。所以称为一乘呢。法华经上说得好，唯有一乘法，佛的心量都是究竟圆满的，没有一尊佛是小心量的，都证得究竟圆满。遍法界虚空界跟自己确实是一体，佛属三乘是方便属，《法华经》上讲得好，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除佛方便属。佛为什么方便属？它不是一乘的根性，他听不懂一乘法。所以佛要把一乘法变换成二乘三乘，二乘是大小乘，三乘是声闻缘觉菩萨，用这种善巧把他的调众生的根性，从劣根调到利根，从小时宗教调整到圆顿大法，这样才能帮助众生一生证得究竟圆满。调众生最重要的一个科目，如何帮助众生脱开心量，这是关键的所在。众生确实迷得太深，不知道事实真相，随喜功德是这个课程里面重要的一个环节。真正了解事实真相，随喜功德才做得圆满了。对于别人的修持修学，绝对不会有嫉妒傲慢心，能把别人修学的功德变成自己功德。为什么？一体达到究竟圆满的时候，就是融入常寂光，
啊，像我们这个房间里面有十几盏灯，啊，这十几盏灯通通打开，光光火石，啊，每一盏灯里面，光明里面都有其他九盏灯的灯光，融成一体，融成一片。啊，极乐世界证得究竟圆满，是常寂光净土。大乘经上称为大光明藏。大光明藏是什么？是自己的自信，是万法的本体。那确实是一不是二，没有第二第三。啊，而且这个一是圆满的一，一界是多，多界是一，啊，多是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啊，都融入常寂光，一是自己，我自己也融入了，啊，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跟我原来是一体，一丝毫的分别都没有。啊，不但你不再分别了，你分别这个念头都灭掉了，真正是所谓的六根在六尘境界，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人迷是先有起心动念，从起心动念上生起分别，从分别里头再生起执着，啊，这就变成六道轮回了。啊，如果没有执着，与一切法都不执着，就证阿罗汉。啊，阿罗汉证得清净心，我们《无量寿经》经题上所说的，那由此可知，我们要想恢复自己的清净心啊，清净平等觉是真心，是自己，只要放下，不执着。清净心就现前，放下不分别，平等心就现前。啊，清净平等心生智慧，这个智慧就是经题上的觉，这个觉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功德圆满了。圆满之后是什么样子？圆满之后决定是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除业障，十愿圆满了。怎么圆满？念念圆满，究竟圆满。啊，自信本具的智慧等呢，统统现前。啊，这个时候，从大慈悲心照见虚空法界，还有许许多多迷而不觉的众生。啊，融入常寂光，那就叫法身，
所以化身没有形象。那化身是体，不是相。化身就是常寂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为什么称的化身？能生万法，十方三世，一切万法都是从他而生的。啊，那么他所生的一切法，在六道，在十法界，变质了。从一念不觉，这一念不觉就叫阿赖耶，也叫根本无明。它是生灭法，它不能生，它不能现，但是它能变，把自性所生的法万法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他有这个本事。啊，所以佛教导我们要记住，要懂得转世成智，把它转过来。啊，真正转过来了，就觉悟了。啊，法相宗根据这个道理建立修学的法门。啊，专门讲求怎样转世成智。啊，人的根性不一样，转世成智的方式也不相同。啊，念佛法门转得最快。啊，为什么？因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是因。自己一定要正道。啊，不能谦虚，佛太高了，我怎么敢高攀，这就错了。那你永远成不了佛。啊，不知道你本来是佛，那是真的。现在变成众生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众生迷失了自信，所以才变成这个样子。啊，怎么迷了呢？动心就迷。你就想想，我们什么时候不动心？动心念头啊，前念灭，后念即生，念叫妄念的，念不是真念的。啊，真念了，真念没有念头，没有念头才叫真念。没有念头的时候就是自性。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描绘的最好，我们要常常记住，常常提醒自己。啊，我们的真心，我们的本性本来是清净的。啊，我们才心被染污了，那是妄心，阿赖耶。真心从来不受染污。为什么？他没动。啊，能大师开悟的五句话，将自信交代清楚了，交代圆满了。
所以五祖衣钵就传给他，尽心成佛啊。第二个他看到了，第一个看到自心清净欢喜啊，第二个看到自心不生不灭啊，第三个看到的自心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万法，具足一切啊。虽然具足，自心里头一发不离，一片常寂光啊，这一片常寂光具足一切法。为什么？他能现啊。末后一句说能生万法，就是他能现万法，万法就是全宇宙啊。佛经上的名词叫变法界虚空界啊，他是从自性变现出来的。啊，这是自性迷了，带着阿赖耶看到我们先前这个世界叫宇宙，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我们不能不相信啊，这不是我们的境界。佛与大菩萨的境界啊，这个大菩萨化身菩萨，大乘经上讲得很详细，而且说是八地以上跟佛同一个之间的。那么我们凡夫学习信愿持名这个法门，在一生当中就能证到究竟圆满，所以这叫难信之法。为什么？一般人越不相信，哪有这种道理啊？声闻缘觉不相信，三乘菩萨不相信，一定要叫圆教大乘他相信。不容易啊，我们凡夫要想证得圆教大乘，你去看大乘经典都是无量劫，哪有一生证得的道理？所以一生证得这个这桩事情，一定要两信佛语，佛语证实，佛决定没妄语啊。他太奇怪了，太殊胜了，不是我们能理解的。但是我们有信，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明白了。为什么？亲自见到境界，你还能不相信吗？啊，那就是借作阿惟越智菩萨。真不可思议，阿惟越智菩萨就是禅宗明心见性的菩萨啊。这样的人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根本就不起心不动念，眼睛像照相机一样照得清清楚楚，没有动念的，
为什么不能阅读？因为他知道能见所见都不够的。啊，能见的是六根，所见的是六尘，六根六尘全是假的。啊，通通是阿赖耶识变现出来的。生灭法是他不动心的，不动心就见到真相的，真相真相是自性。啊，自性的离体他看到了，自性的现象他看到了。啊，虽然看到依旧没有起心动念，永远不会起心动念，那是什么？自性本定。啊，真心就是这样，起心动念是妄心，真心不起心不动。啊，真心绝不会受外面境界的干扰，也不会受六根的干扰，内外都不干扰。这是佛法最高的境界，这是佛法讲的究竟圆满。啊，佛说这个境界每一个众生本来具足，现在也没失掉。啊，现在为什么我们变成这个样子？我们是迷而不觉。虽然听到大乘经佛给我们宣说诸法实相，我们也听懂了，也同你听明白了，一下转不过来。转不过来原因，习气太重了。我们这个毛病，这个习气，在六道里头，无量劫到今天受的这熏习，现在一下要把习气丢掉，做不到啊。我们能理解啊，那怎么样？念佛。为什么念佛？求佛加持啊，只求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确实有这个能量加持我们，别的佛没有说，他没有说他能加持啊。那我们也知道，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德号全都念到了，一个都不漏啊。想一想这句名号的意思，阿弥陀佛，阿弥的意思，弥陀是亮的意思，佛是觉悟的意思。阿弥陀佛翻成中国文字，无量觉。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全都是啊，没有一尊佛不是无量觉，无量觉才叫成佛。所以这一句名号是一切诸佛如来的功号啊。这里讲随喜功德，你从这个名号知道对于随喜功德的意思，你能够理解，你能够体会到啊，圆满的随喜啊，圆满的功德了，就近的随喜，就近的功德。学佛怎么能不念阿弥陀佛呢？这个道理要搞清楚，搞明白，然后你这句佛号，你才真正知道这是宝啊，是出世法里面第一宝，无上之宝啊！今天我们得到啊，得到把它失去，多可惜，分分秒秒都要抓住。
那每一个念头全是阿弥陀佛，这就是抓住的方法啊。但是初学，虽然发心常常丢失，他常常忘掉了啊，忘掉不怕，想起来马上接着念，要养成，慢慢养成习惯啊，总得个两年三年吧啊，养成什么习惯？念念不丢失啊，真的一句接一句啊，晚上睡觉接不起来了，醒过来就接上啊，到什么时候梦中也能接上，那功夫就很深了啊。我们一般想法总得十年以上这功夫啊，一两年的时候是醒着能接住不丢失啊，十年呢差不多是睡眠也不丢失，这个时候真正法喜充满，这个时候真正像海鲜和尚一样，我什么都知道啊，就是不输，不能输啊。那是什么？外缘不一样。如果是太平盛世，人心皆善，可以。为什么？别人不回报，我不懂也不回报。现在人家说他要回报你，他说你骗人，你这个人精神不正常啊，那么这就要造地狱业了。为了不让众生造地狱业，不说这一片慈悲业啊，所以这篇报告很有价值啊，把普贤行愿随喜功德了讲明白了啊，讲明白我们喜欢消业障，喜欢积功累德，就知道应该怎么做法啊，这是好事情。好，我们现在再看下面一篇。尊者师父上人慈悲，诸位善知识慈悲，阿弥陀佛。不孝弟子自了，冒昧报告的题目是印光大师述无量寿经缘起。一总述，说时虽在方等，教义实属华严。净土一宗，照字普贤，震旦远公续法缘，中外广流传，便令圣凡现在正涅盘。华严经末后，普贤菩萨以十大愿王导归西方，此释迦佛法中最初首创也。小乘见思获尽，便了生死，正真谛涅盘，故以了生死为正涅盘。大乘成佛，方为究竟涅盘，不可为此涅盘为佛之究竟涅盘也。念佛求生西方一法，乃华严一生成佛之末后一着。时十方三世诸佛因中自立，果上利他之最胜方便也。彼妄为净土法门为全见小乘者，皆毁谤华严及谤佛谤法谤僧之极重罪人也。诉此法之发起，实在于华严末会善财辩参之始，
至普贤菩萨所，蒙普贤威神加倍所证于普贤等于诸佛等，是为等觉菩萨。普贤乃为称赞如来圣妙功德，劝进善财及华藏海众，同以十大愿王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其圆满佛果，以华藏海众皆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以遍游尘刹佛国，其弥陀誓愿、极乐净缘、往生因果一一悉知，故不须说。然华严会上绝无凡夫二乘及权位菩萨，故虽大弘此法而凡小莫有秉承，乃于方等会上普为一切人天凡圣说无量寿经，发明弥陀往昔因行果德极乐净缘种种圣妙，行人修正品味因果。此经乃说华严末后归宗之一着，说时虽在方等，教义实属华严。华严为举法身大士，此经遍摄九界圣凡，即以华严论尚属特别，况于时乎？使如来不开此法，则末法众生无一能了生死者。二分数。甲乘性即谈如来正说，净土法门其大无外，全是即理，全修即性，行即平常，意即殊胜，良由以果地觉为因地心，故得应该果海果彻因缘，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行门无不还归此法界，三根普被立顿全收，等觉菩萨不能超出其外，逆恶罪人亦可欲入其中，统摄律教禅密之宗，贯通全实顿见之教，与一代实教中独为特别法门，其修正因果不得以通途教义相绳。古今多有深入经藏彻悟自心于此法门不生信向者，以死执仗自立通途之教义论仗佛力特别之因果之所至也，使知此意，则其信向修持之心佛也不能阻止矣。以此法门乃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乘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故得九界同归，十方共赞，千经并阐，万论均宣也。以三根普被圣凡齐收，生死五人第一大事也。净土法门了生死无上妙法也，一代实教浩若渊海，其究竟唱佛普度众生之本怀者为净土一法而已。以下凡信愿念佛即可待业往生，上圣若肯回向速得圆成佛觉道，仗佛慈力与为仗自力，其难易故日节相悖。净土一法
为一切诸法之所归去，以故华严正其诸佛之等觉菩萨，尚须以十大愿王回向往生，则文殊、普贤、马明、龙树、智者、慈恩、清凉、永明等自行化他，同归净土者有由来矣。知此，则为执自利、不仗佛力者，可以触然经、井然悟，以其现生即得出此娑婆，生彼极乐，与观音世智等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常时亲至阿弥陀佛，以即证无生忍、圆满菩提而后已也。无言不足信，请至之普贤菩萨，自可无疑矣。丙，他力妙法，善护行人，多劫不能成佛，由修自立法门故。净土法门超胜一切法门者，在仗佛力，其余诸法门皆仗自力。自力何可与佛力并论乎？此修净土法门之最要一关也。末世之人不依此修，则虽是修行，亦可怜也。以不知仗佛力，而偏欲仗自力，则恐永无出生死之日矣。倘不于此法认真修持，而于如来所说一切诸法中随修一法，或兼修各法，欲了生死，悟道极生不能了，或经百千万生及百千万劫，尚不能了者多多也。何以故？以念佛求生西方一法，专仗佛力，自己单具真信切愿，持佛圣号，则与临命终时决定蒙佛接引，往生西方。其余一切法门，必须修到业尽情空之时，方可了脱生死。否则，任汝功夫深，功德大，烦恼若有一丝一毫未尽，则仍然不能出离六道轮回之外。以自力了生死，比仗佛力了生死，其难易实斥天渊玄殊也。丁，暗合道妙，巧入无声，净土之为教也，肇始于弥陀导师，演唱于释迦世尊，十方诸佛出广长舌以赞扬，两土圣贤发金刚心而留步。总而论之，一代十教，百千法门，无非令人由文字般若而起观照般若，由观照般若而证实相般若。既证实相般若，则心境、土境、情空、境空，如一月普印于千江，若万籁贤明于一峰，光明寿命，恒遍数穷，只与弥陀世尊同一广大悠久。如是，则何经非净土之经？何行非净土之行？约而言之，为净土三经，专明其志，大起愿轮，深明缘起，其为无量寿经。如来与一代通途教理以外所立之特别法门，如阿伽陀要，万病总治，故无论业之轻重，祸之厚薄，
但能信愿念佛，无一不获往生。如摩尼珠随意欲宝，故但能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待至业尽情空，心佛双亡时，则一切法门、河沙妙义，无不融会贯通于自心矣。净土法门奇妙如是，其有欲上见先王，下济群品，令一切人不废本分职业，各得现身出离生死轮回者，可不积极从事于此法门乎哉？悟，大圣垂慈，特留此经。佛在摩揭提国灵鹫山中说阿弥陀佛最初因地弃国出家，发48愿，又复九经长劫一愿修行，待至福慧圆满，得成佛道，所感知世界庄严妙莫能明，十方诸佛咸赞叹。十方菩萨与回小向大之二乘，具足惑业之凡夫，咸得往生，等蒙摄受，是为无量寿经。九界众生舍此，则尚无以圆成佛道。十方诸佛离此，则下无以普度群蒙。若如来不开此法，则末法芸芸众生谁能出离苦海乎？是知释迦弥陀乘大愿轮，兴慈运悲，度脱众生。一则是居秽土，以秽以苦折服而发浅；一则是居净土，以净以乐摄受而均逃。彼读者个个执持名号，咸归一心，回出尘世，殊登极乐，以法藏之愿轮摄取众生，仗净土之净缘直趋佛果。三结语。以上内容是摘录散布在印祖文钞中不同地方与无量寿经有关的若干段落，按照念老大经解教起因缘的五个小标题顺序排列，取题名印光大师述无量寿经缘起。这份报告其实是汇集，并非文钞中有意成文为述无量寿经缘起，全文都是印祖的原话，实无一字弟子臆造。错误之处，恳请师父上人及诸位善知识批评指正，不吝赐教。阿弥陀佛。不孝弟子是自了寇成。难得自了法师给我们提供这一份宝贵的资料，他说得很清楚，都是印光大师所说的啊，但是不是在一起说的啊，是印光大师所说的这些话，把它聚集在一起，这也是汇集啊，汇集得很忠实，自己没有加自己的意思进去，没有改动啊一个字。啊，这就是忠于汇集，像下联句汇集无量寿经一样。啊，这也是我们值得宣扬的。啊，
量寿经的缘起，得到印祖这一份资料，我们就更清楚了，更容易明白了。他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净土法门，在我们学习佛法过程当中，不能不学这门课，不能不用这个方法帮助我们在一生当中了生死出三界。为什么？除了这一法，之外再没有一法能帮助我们一生成就的。这一句是老实话，是一切诸佛所说之法，我们永远要记住，要依教奉行啊！这一法得来不容易，佛在《无量寿经》上给我们讲的非常详细。那四十八愿是怎么来的？了解事实真相之后，我们才会把这个法门当作珍宝。不敢一时，他能救我们发生毁灭。不但设法界，六道轮回是假的。佛在般若经上把它比作我们的梦境，一场梦啊。做梦的时候有，醒来的时候没有了，觉后空空无大千的啊。不单六道是假的，十法界也不是真的，跟六道一样啊。只是 不一样的地方呢，六道里头造的业很重，是有恶报。四圣法界造的业轻，没什么重。换一句话是，那是世尊的净土，六道是世尊的秽土。我们要超越，不但要超越六道，还要超越十法界。通途法门，八万四千法门，要想超越十法界，往生到华藏世界，《华严经》上所说的，要经历，用大乘来说，是信，是住。
啊，上面还有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妙觉52个位次啊，前面51个都是因地菩萨，最后一个是佛果妙觉。要多长的时间？确实是无量劫啊，无量劫才能够大彻大悟，超越十法界啊！超越十法界之后，还要三大二僧祇劫，才能超越41个。菩萨皆位啊，这是华严原教初住道等觉啊，然后你才能够圆满回归常寂光，证得妙觉的果位。那么这个法门叫我们当生成就啊，就在这一生当中圆满证得，而且方法太简单了，啊，所以让全教菩萨都不敢相信。啊，声闻缘觉就不必再说了。全教是别教，三贤啊，别教的是住、是行、是回向，没见行。他们居住在四圣法界，在那边修行。必须要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才能够往生到十八度。啊，到十八度之后，3个阿僧祇劫，所以常说的3大阿僧祇劫，不是对普通人说。对谁说的？对别教初地以上说的，全教等觉成佛，实际上他的果位等于原教二行位的菩萨。啊，是住世行第二行为的菩萨，你就知道多难啊！这个法门太奇特了弥陀所成就的，诸佛如来为我们介绍的，我们相信佛没有妄语，佛的话句句是实话啊，希望我们在这个地方建立信心，信为道源功德，净土三资粮，信摆在第一，有信你就能成就，没有信心还有怀疑，很难往生。那为什么念佛人多，往生的人少？
唐朝初年，善导大师在世，给我们投的信息，这个法门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漏。为什么现在一万个念佛人能够往生的只有几个？60年前，李老师告诉我们，他说台中莲社的莲友，台中莲社是他老人家创办的，莲友里面同学，10000人当中，往生不过是3-5个人。那6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可以说，10000个人当中，真正往生这1-2个。这什么原因？心出了问题，虽然有愿想去，他又怀疑，对于经中的真相不明了啊，经中的典籍能把极乐世界讲清楚讲明白，容易让现在人听得懂的，只有下莲宫的汇集本，黄念老的基础啊。但是现在这个社会上依旧有不少人说这经是假的，这是伪造的，有影响啊。早年依照这个本子学习的，现在换了，不敢依照这个学。那么这些人能不能往生？很难了。他造的有很重的什么？我们自己舍弃这个本子，会不会影响别人？如果别人看到我们放弃了，跟着也放弃了，我们自己不能往生，岂不是害了他也不能往生？听说断人法身慧命，那么这个果报在无间地狱，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好在现在科技发达，我们一心一意深入这一步，记住啊，希望把它讲清楚讲明白啊，让大家都能够升起信心，不再怀疑。非常难得，弥陀慈悲呀，嘱咐海贤老和尚注释表法，若不是这个缘故，
海贤老和尚念佛往生，他要是我寿命不要了，他的寿命我相信也不过是七老八十，正常的不可能有一百二十岁啊，那是阿弥陀佛给他的，那他不要寿命呢，他25岁以前决定可以往生。我们看到一个例子，地贤老和尚的一个徒弟郭鲁江，念佛3年站着往生啊，那是什么呢？那是我深信不疑他还有寿命，他不要了，他求着阿弥陀佛跟他走了啊，这是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头啊，绝大多数3年往生都是还有余寿啊，不要了，提前走了。啊，海贤老和尚有这个本事，有这个条件。啊，我们相信他，他20岁出家，师父教他一句佛号，念到底。还说明白了，不要乱说，不能说。那个明白是什么？开悟。理念到理业心就开悟了。他都记住啊。啊，所以他要是学寿的话，应该在25岁这个阶段啊，我相信这个阶段就受佛嘱咐了，佛来奖励他修得很好，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做一个好朋友，做一个学佛的好朋友，做一个念佛的好朋友啊，他真做到了啊，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再努力，像这样的人啊，5年他可以把一句佛号胜于点梦中的念佛，他有这功夫啊，再念个5年事业心不乱可以达到啊，事业不能什么境界，把见思烦恼断掉了，见思烦恼断掉等于阿罗汉，就是事业心，往生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啊，再过个5年或者假设再长一点吧，10年肯定到离业心，离业心就是师父告诉他你明白了，可不能说啊，所以我们看，我的看法是事业心他应该在30前后等等，离业心最迟也是40前后就成的一句佛号，能明心见性的，明心见性是大彻大悟啊，事出世间法全部通达了，得大自在啊。啊，住在人间表法，一直到他看到一本书，
若要佛法心，唯有生产生。弘莲法师编辑的这部书内容就是弘扬正法啊，向大家详细说明夏莲公的汇集本是真的啊，把汇经这桩事情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经不是不能汇集，最早翻译的时候就有汇集，他都去给你举出来了，在大藏经里头你去看了，哪有不能汇集的道理？啊，汇集是一个问题，有很多把原来的经文字改动了。啊，这是汇集最大的顾忌。有没有？有。念王龙书的有。魏墨生的本子也有。这个本子没有。啊，因为夏老知道别人批评汇集本都抓这些弱点，所以他的经汇成之后，经过六七年的时间，十次校对，啊，修订，让这部经上每一个字都是原译本的经文，原译本用的字，一个字没有改。啊，这是最忠实的汇集。所以字字句句是真经，让我们对经产生信心，不要再怀疑。啊，第二个表法是帮助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他也是汇集的，记住啊，啊，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来注解这部经，没有错误啊！非常不容易啊！我们一般人有经验，知道于这桩事情，全心全意为佛法，有佛菩萨加持，有不思议的感应，那我们相信这些加持感应，夏莲老有，黄念祖老居士也有，啊，我们这些年学习经教有时候也有，都说明诸佛菩萨慈悲到极处，特别怜悯现在社会动乱的社会，众生苦不堪言呐，佛菩萨哪能不救护呢？啊，救护必须要现身说法。啊，有这些人真正发现，真正做出牺牲奉献，佛菩萨就加持啊。海鲜老和尚寿命就延长了，啊，一直延长到他看到这本书。啊，拉着这个像这本书照相，啊，他身边同学们告诉我们，老和尚一生不拒绝
别人跟他照相，不拒绝，但是没有主动要求的，唯独这一次主动的，穿袍大衣啊，主动要求大家跟他照相，这就一次。啊，三天之后，他自在往生，没有生病。啊，一切众生生老病死苦，他老人家老不苦，没有病，没有病苦，也没有死苦。这我非常羡慕的。啊，他临走的那天，他是晚上走的，白天还干了一天活。啊，这是表什么法？表有生，没有老病死苦。念佛人，好啊，说走就走了。啊，白天还在菜园里面整地平土啊，拔草浇水，干了一整天啊，大众看到他黄昏了，天可以收工了，明天再做吧。他告诉大家，做完了我就不做了，这话里都有话了。他做完了，晚上就走了，啊，再也不做了。念佛、来佛寺三个都是这样走的自在，啊，没有病苦，没有劳苦，没有死苦。说走就走，啊，头一个走的他妈妈，啊，第二个海清，他是第三个，啊，走得这么自在，走得这么潇洒，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阿弥陀佛接引他往生了。这个事是真的，不是假的。他告诉一个老同参在家居士，老居士告诉他，啊，这两天阿弥陀佛来了，告诉我，啊，叫我带我到极乐世界去了。啊，他给我们证明，这些事情我们要记住。啊，决定没有迷信，他头脑清楚，他不是糊涂人。啊，第一个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真有。第二个告诉我们，阿弥陀佛真有。弥陀四十八愿戒严众生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也生多次见佛，多次见到极乐世界。那我们在典籍里头只看到东晋初祖圆公大师，他在世的时候四次见到，啊，海贤老和尚念佛92年了，
我估计他见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决定不会少过十次。正的理性向佛，佛就现前。佛在哪里？变法界、虚空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他是常寂光嘛，所以佛即跟佛见面，就楞严上所说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没有来去啊。啊，在那个境界里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啊，通通是当处，你想见佛就现身。想看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在你面前。啊，不想看就没有了，没有来去，只有隐现。啊，他所现的是十宝图。不但能见佛，十方诸佛刹土凡圣一真庄严想见通通见到，所以他住哪里？他住极乐世界。人在我们这个世界，他所住的是极乐世界，他知道别人不知道。啊，他不宣说，没人知道。啊，用这种方法为我们做实行，增长我们的信心，加强我们的愿心，啊，让我们好好的向他学习。这一句佛号，一切时一切处都不能够丢失。那治疗师今天这份报告非常有价值，啊，我们要将它单独流通，供养我们敬宗同学。啊，这里头字字句句印祖说的，说得非常清楚，啊，汇集得很好。常常想到，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不要以为今天这个好像很容易得到的，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过去是所修的善根福德因缘，才先见到啊，才遇到啊。啊，特别是遇到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表法，你看清楚看明白了，不能不相信。啊，相信了就照他的模式真干了。啊，希望我们每个人这一生当中都能圆满成就。啊，一定要学老和尚，老和尚就是给我们做这个榜样。
我们接触的外缘，有顺有逆，有善有恶。啊，顺逆是环境，顺境不生贪念，逆境不起怨恨，用平等心看待。善缘恶缘是人事环境，也不能执着。啊，善缘我们有报恩心，没有情执。啊，要有情执就麻烦了，就不能往生。啊，逆境啊，这个恶缘遇到都是找麻烦。啊，回报你的，陷害你的，甚至于想杀你的，我们要帮助他忏悔业障，我们念佛要给他回向。啊，冤家宜解不宜结。啊，会有这么大的怨恨，这一生并不相识嘛，不认识，没有遇到过嘛，那总是过去生中造的业。啊，我们要相信，人有轮回，有善事。啊，过去生中的冤亲债主。啊，这一生他对我们很多恶意，很多障碍，我们要感恩他。啊，不要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修忍辱波罗蜜，海鲜老和尚的忍辱功夫第一，这要向他学习。啊，能忍呐、啊。能忍心就难了，释迦牟尼佛在世跟我们讲忍辱仙人的故事，那是他过去生中遇到的。过离王将他凌迟处死，这是儒里头最严重的，没有比这更重的侮辱。啊，忍辱仙人临死的时候告诉高丽王，我将来成佛第一个度你。啊，释迦牟尼佛成佛第一个得度的乔成儒尊者，乔成儒尊者就是以前的那个格里王。啊，佛说话算话。啊，他为什么？佛没有怨恨，佛感恩，让释迦牟尼佛提前成佛了。怎么提前？忍辱波罗蜜圆满。啊，贤劫千佛，释迦牟尼佛本来排列是第五身的，啊，结果他第四个成佛了。啊，原本第四个是弥勒菩萨，他是第五。啊，因为忍辱仙人这个功德，啊，让他提前成佛，弥勒菩萨变成他的后部佛了。这是世尊为我们表法，让我们在这里醒悟过来，
随喜功德不可思议啊！我们要学普贤圣愿，礼敬平等的，善人恶人都要礼敬。为什么？他本来是佛。啊，植物动物要礼敬，山河大地要礼敬，无不敬呐。佛这样教我们，儒家的礼也教我们。啊，你看《礼记》第一篇，去礼曰：“无不敬。”啊，我们佛门打开这些拜忏的忏仪，第一句话：“一切恭敬，一心顶礼。”就这个意思。啊，恩怨平等呐、啊，统统是成就我们的。啊，顺境善缘。成就我们断贪嗔痴慢啊，逆境恶缘也是帮助我们断贪嗔痴慢的。不在境界里的锻炼，你怎么知道你的心清净平等？一定要在境界里去练，练到真正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功德圆满了。所以顺逆境境缘都是我们的恩人。啊，如果我们还有怨恨，还有贪念，错了，我们就堕落了。啊，统统是佛菩萨示现表演来考我们。那我们经过这些考试，关关通过，成就圆满功德，所以一切众生都是恩人，有恩怨果，有德怨果，我怎么可以怨恨？啊，你要把理想通。如果有这烦恼习气重，天天想一遍。你烦恼就会降起，智慧会增长，境界现前，如如不动。啊，升起感恩的心，绝不会有贪嗔痴慢，决定不会有报复，这就对了。啊，宇宙跟自己一体，千万记住。啊，那么害别人就是害自己，敬别人就是敬自己。成就别人就是成就自己，这就对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